其实我们，中秋的时候啊，想到明月，可能都会想到苏东坡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其实在，苏东坡的词里面写到明月的诗啊，或者词非常多。那还有一首叫做《黄州的中秋》。他在黄州的时候啊，写的一个词，那么这个词呢是要，寄给他的弟弟啊，因为他的弟弟跟他是相隔两地，他被贬到黄州以后啊，当然对于亲人、对于思乡的这个情况啊，蛮严重的，所以很多的诗、很多的词啊，就在这个地方呢，来创作出来。大家应该会记得，东坡曾经写过寒食诗啊，在寒食节的时候写了两首诗啊，这诗呢，表现出了他的文学的功力之外，也有相思，也有对于朝廷的一些呼唤。那么，当然，因为诗的意境非常的棒。书法也还好，那就造成了他，千古以来被尊崇的所谓行书第三的《黄州寒食诗帖》啊，这个作品应该现在在故宫博物院珍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算是这个中秋节的第二天，连假第二天。还有中秋的余情在那里，所以我们也写一首苏东坡的中秋时候写的词。那么这个词呢，就是他想念他弟弟，寄到，就是对于这个弟弟的思念，或者是他自己对于环境的一个感想。好，比较有一点点悲伤的感觉啊，《西江月》是。在中秋的时候写的诗，写的词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怎么写哈。世事一场大梦，看看我们怎么来安排。好，第一个字"世事"，好，这样下去，这样下来，这样过来，然后呢，有一点点的韵，把它放进去，就是墨稍微湿润一点，然后当然，可以。等到稍微干，或者是稍微稀，不要让它墨产生太多的晕哈、哦。当然这样很好哈、哦。世事一场大梦，那这个诗有51个字，可能不能太夸饰。那因为我们写的是对开哈、哦，世事从长边来，世事。这样过来，世事一场大梦。一稍微重一点，因为，笔画少，可能稍微要重才会有分量。那一场把它连在一起，好，我们又往上、往下再写，再往外一点点夸张出去，再来，再回来，一场。好，那一场大，相当程度，这个不用再连的梦也没关系，但是它的意连在一起就好了。一场大梦，哦，小，但是稍微重，啊、哦，这个稍微让它结构稍微拉开一点。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，人啊、哦、稍重，啊、哦，人生拉往上，再往下往旁边接，人生几度秋凉，要顺着它的节拍。往外，再往内，再往上，再往下，再上去，往左边，再往右边去，人生几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你会看到它没有连在一起，但是它的笔意有连啊，几度拉过来以后，到这里点，从这里过来，往上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几度往这边带，从这里再拉过来几度，啊，让它。重心能够撑住几度秋凉，好，秋我们就用这个，
少数来变化，秋这样过来，然后拉过来，往上，再往下，然后有一个参差，然后量呢就到这里来，往上提一点点，好，往这边带，啊、哦，上去点，再往下拉下来，几度秋凉。好，夜来风月已明朗，夜点在中间。然后这样过来，往，左下斜，然后撑住，往上提，按，夜来，好，夜来的来，我们写草书，让它分量稍微少一点，从这里撇出去，再往下拉下来，夜来，再画下来，风可以接到这里来，往上飘，然后呢，再往上往下面拉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好。那这个我们就不要写形容，我们写草书，风啊，枫叶已明朗，叶，看一下叶的写法啊。好，叶呢，本来草字头我们写在这里就好，把它写在中间，然后拉宽一点点，中间再写，哦，不必写太大，枫叶啊，有点轻右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写到中间来，已，啊。因为你会发现到它已经青釉，所以你要有一点机会就把它拉过来，从到右左边来啊。好，以明朗明点可以的接，好，用草书来表现。好，往内中间靠，再往外出去，往下往外出去。那你这样子感觉就不会重心者跑到右边去了哈，还是往右，但是在往左带往中间来。你看这个是往中间来，那这样看起来就不会，有中轴线的转移或者是中心的转移啊、哦，一定是还是在中间来啊、哦。好，以明朗，刚刚是一句话“明朗”两个字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时候会跨行了怎么办？还是要把那个余韵剩下来那个感觉氛围带上来，所以呢。你可能在必要情况下是不用再沾墨，然后呢，继续来让它干笔就再干笔，因为气氛从这里再带过来嘛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样写，可以一个户字旁再往外往内可以带，然后呢，笔拉开，然后写下来以明朗，哎，这样子让它氛围带过来。好，再来是。看取眉头鬓上看，好看的写法呢？古时候有这样写，点点，然后这样拉开过来，这样上去，上去了以后，似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带，两个眼睛或者是像眼镜一样看取啊，然后看加取就是一句话，所以呢，哎。我们不妨这样写啊、哦，看取可以连，啊、哦，这样过来，好，好，再来是眉头并上，眉呢从这里过来往这边带接过来，哦，它有这样接的感觉，好，然后我们不需要目刚刚已经是这样写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目就是还是依照传统方式写啊、哦，目哦眉好。好，再接到头，头可能往外，再往内，因为两个部首，好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下来，一上去，二再接，这样过来，好、哦，眉头，眉头应该是一句话啊、哦，眉头，好，再接下来，有一点往这边带的感觉，眉头，鬓上，那这个鬓呢，可能是说，这个。笔画比较多，我们把它糊一下，让它呢感觉就是没有一画一画的写啊、哦，然后鬓点一个鬓，这样过来，然后有一个草书的感觉，这样过来拉过来鬓，好，这个鬓怎么接到上呢？这样过来鬓上啊，额头鬓上好。久见长愁客少，久
九件哈、啊，那这个都在中间，所以我们这个把它摆到左边来，九，这样过来，啊，稍微端庄一下下，但是呢，这个写法就是，哎，九，变成这样对不对？然后加上这里剑，剑可以写草书，九剑，点，好、啊，长愁客少。长好，长呢可以写草书啊、嗯，也可以呢，写行书。那我们写草书好，这样过来，这样对不对？再接到这里来，接丑，然后这样过来，一横画代表下面的心，长丑，客少，好，客写在中央。然后呢，往外再往内，再接到这里来，上去拉过来，也算是，草书的写法啊，客少。好，月明常被云妨，月明啊，月明，看一下哈、啊。好，月在中间来，往上再往下，往旁边出去，一、二，出来。好，月明明，这个明呢，把它写在左边，哈、哦，一二三，拉过来，这个就不需要像这个这样写，那这样子拉下来就好了。月明常被云妨，好，像这样子的话，有一个落差，你就不能放弃，你要下面再写一个字，那。原则上第二行会稍微低一点，没有关系、哦、所以免得啊会有一个斜线的下楼梯的感觉、哦、好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从右上拉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拉过来，往上再往旁边出去拉，这样就可以了、哦、所以呢有一点点的技巧在里面啊。月明常被云妨，好被，这个背的写法是一个一点，然后从左到右这样过来一，然后呢这样短的往右边再拉下来，拉往旁边出去，好，长背，好，云，这时候云呢就是顺着它的笔势来，云拉过来中间，好，从左到右再往下写，往下往旁边写，云房拉过来。好，到这里中间，再从这里往旁边写云房哈。好，中秋谁与共孤光？好，这个中秋呢，我们就可能独立出来这样写，中间写啊，往旁边写，然后呢，秋还是才旁边啊，中秋啊，谁与共孤光？谁，言字旁，嗯。然后写草书，谁？然后谁可以接到这里来？谁与共孤光？共横画在一短，竖一短一长，共共再接到这里来，孤光孤光，一二三点就可以了哈，孤光。然后呢，所以中间写往两边带，再过来往上写啊，孤光。好，那再来八九凄然北望，八九凄然北望，一共有几个字呢？二四六，六个字应该写得完啊。所以我们除了稍微做变化之外，应该可以完整表现。八九，好，从这里过来，往上提，平行出去。点在这里也可以，点在这里也可以，点在这里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不要让它把那个空隙给破坏掉，所以还是稍微捻一下，八九啊，八九，凄然别忘。好，九可以这样写，可以斜了，再把它写直，往过来，八九，凄然别忘，七，这样写。
然后从直的再往下下回斜，然后再拉上来往旁边出去吸啊，然站过来，从上面再往下面斜，七然啊，点北望，北望看一下啊、哦，一画下去啊，其实可以写行书就好了啊，好北。拉下来往旁边出去，再点往上写，再过来安排，从上而下，西南北望。好，当然在一边讲解可能对于气氛有所影响，因为可能会影响到第一个速度，可能影响到情绪，所以有时候一边写一边讲啊，可能会有一些干扰，但是试着看看哈，试着看看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落款。那落款怎么写呢？就到东坡，而且写坡翁或者是坡公都可以啊。好、哦，坡翁坡公。好，西江月，西江月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这样就可以了哈、啊。然后呢，你要写时间，或者是不写时间都可以，因为怕写的会太长。那我们就试着写时间看看啊。但是往往会太长啊。己亥，吴起真。落款这个姓稍重一点哈、啊。起。真有一点点的太挤啊，但是还好，就是说像这个比较下面就还好，你一定要比本文下面才上面才可以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写的啊。东坡的《西江月》也是在中秋时候写的词，那我这个有略低一点点，但是没有完全的低很多啊，这是我们要写的作品。好，这个是整个的作品啊。